我在死亡的边缘摩擦，摩擦。就是以前你们读书的时候，班级里面肯定会有那种成绩又差又蠢又烦的男孩子吧，然后老师肯定会教你们，就是一句话，你们不要踩他，他就好了，是不是？老师以及班主任肯定会说，你不要踩他呀，这种人你不踩他，他就不烦你了。我警告你，你一个人反省，你不要碰我。我在手那边摩擦，你的是没打我呀？哎呀，哎呀，我那个今天我们吃一个比较家常的菜，不是菜，就是我们今天要吃东西嘛。早中饭。很久大胖都没有出现了，所以就很多他的粉丝啊、迷妹、迷弟都很想念大胖，所以就今天就加入了这一期。我们今天就想吃点家里面现成的东西，就过年嘛，家里面肯定剩下了很多剩菜啊、剩饭啊、一些冷冻食品，所以我就把它全拿出来，打算煮泡面。然后这边还有我过年买了很多饺子，饺子好吃不过饺子。就是我煮了很多饺子，还是滚烫的呢。然后我们就会拿这些食材煮泡面。对，这个、做的过程我们就那个。对，不，这是食材，这是大胖。大胖也是一道非常鲜美的食材，只是我现在还想养着，暂时不用，因为脂肪含量太高了，打算把肌肉含量提高了以后再吃，比较划算。这好难喝。你要买的呀？这个是酸酸辣辣面。就汤达人的，汤达人的面你们肯定知道，肯定是好吃啊，汤达人的面就是好吃。然后这个是肥牛，你们知道我肯定知道，我的小伙伴肯定知道我这个人超级爱肥牛的，我要放两整包下去肥牛，成本好高啊这泡面。然后两个蛋，然后这个是蟹肉棒，大胖很喜欢的。然后要吃点蔬菜嘛，所以里面放了玉米和番茄，然后再配上这个韭菜和白菜的饺子。对，然后那我们现在开始煮吧。那么再煮吧。好，这样子按一下，然后下一次就哇，煮好了 ，nice， 豪华版。就是刚刚录的时候只够放得下一包肥牛，然后我们另外一包肥牛又后面又加进去了。对，现在就里面有两整包肥牛。哇，番茄已经酥烂了，然后这个蛋在这里。蛋，有蛋。一人一个蛋。一人一个蛋，尝尝蛋的味道，蛋的味道。这个蛋中间还有点硫磺呢。嗯，我这个不硫磺，一股鸡蛋的味道。特别饿，现在我们俩特别饿。嗯，早，这是我们的早中饭。然后下去了，别在我身上，然后下去。嗯，啊，你在上面吧。先尝口肥牛吧，来，自己尝。我先吃口饺子，这是白菜猪肉的，
哇，肥牛酱才爽呀！我们家楼下有一个羊肉馆，老板娘包的水饺特别好吃，我今天又在他那边订了很多，所以要把冰箱里面这些超市买的给清空。玉米，哇，我真的好喜欢吃这种水果玉米啊！哇，炒番茄，番茄已经烂了，哦。嗯，肥牛，肥牛，没什么汤的，哈，哇，好好吃啊！不吃，拿走，滚！我今天没化妆，因为实在是太懒了。你们过年收到多少红包呀？就是我那没收到，我那反而还给了。给谁啊？给了外婆。嗯，对的。你等于收到了，你爸妈给我的，就等于给你了。啊。对，今年不是有个梗吗？然后很多公众号都发了，然后微好像腾讯也发了吧。就是那种全中国的那个红包收益的那种图，那个广就看我们视频里有广东的小伙伴啊，广东真的是很少很少吗？红包真的是五块五块吗？他们那边是利市，就是利市，因为我广待过嘛，这就是很小，就是这么小一个里面装个五块钱。我吃过我同事去广东玩，然后给我带回来利市糖，挺好吃的，草莓味的。嗯，外壳就硬硬的嘛，因为他们过年肯定要有这种东西。那屏幕前的广东人是真的有收到空的红包吗？我看到那个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他转了一个是刷新的新境界，是红包打开是空的。广东人真的红包很少吗？好想知道，就是我们弹幕里小伙伴有没有那种收到很多很多红包的。嗯，这个酸酸辣辣，这个辣味一点都吃不出来了，稍微有点酸味。嗯，因为我后面加点醋进去了。真的这么干干嘛？因为我们汤放水放太多了，煮的久了它味道都挥发掉了。哎，这个番茄真好吃，就酥烂的番茄。玉米，番茄给我吃。肥牛，蟹肉棒。嗯，哇，哇，这玉米好好吃啊。嗯，你们过年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在餐桌上面吃的？我们家好像是春卷，一定要吃的，还有饺子，大胖呢？你们家过年什么东西一定要吃的？好像是馄饨吧？你是干菜？你是干菜，还有馄饨。啊，我不是来你家吃的馄饨吗？对对对。大胖的爸爸是无锡人，他说无锡人中午一定要吃馄饨，就是过年的时候，对吧？嗯。你们就是看我们视频很多都是小孩子嘛，十几岁的20岁左右的，你们收到红包以后买了些什么新东西啊？我收到了红，就是我已经这么大年龄了，可是我还是没有收到红包，因为在我们家我还是收到红包，因为在我们家的概念里面好像没有结婚都是小孩嘛，还会给你红包的。然后反正我今年过年期间买了一样新东西，说买了一个 iPhone X， 就是收到，本来一直想买，然后一直想买个新手机，然后一直在纠结买什么，然后收到红包了以后就觉得啊，这个是红包给自己这种一种安慰，然后我就买了。就是我是用京东买的，还蛮厉害的，晚上付款，第二天早上就到了。然后发现 iPhone X 一点都不好。对，也没有不好啦，就是我觉得还不错，它就是一个创新的那种感觉。
但是怎么说呢，那个人脸识别我是没有用，我一开始用了，太麻烦了，我一开始用了，但是后面就是我是一个从来手机不设密码的人，我是个没有秘密的人，任何人看我手机都可以直接看，所以 我不喜欢设密码，所以人脸识别对我没有用，我觉得很烦，每次要入密码什么的，我喜欢直接可以划开来，然后用起来就感觉好像真的像大家所说的屏幕有一点点迟钝，就是跟我之前的 iPhone 6和7那种比的话，是它真的有那么一丝丝好像让你人类可以察觉的那种迟钝，其他的就是耗电太快，但是拍照还是不错的，对，那个拍照真的像素高，我决定以后用 iPhone X 给你们直播，这样画面应该会不错。哦，还刚刚不是问你们买什么新东西吗，你别再说直播了，这辈子不可能直播的。刚刚不是问你们买了什么新的东西吗？我应该问小孩子不可以问买了什么新东西，是你们花了多少钱去充游戏了，给你们那些老公啊，给你们的青蛙呀，还有那种别的游戏皮肤啊，应该问这个。爽啊，我饺子没吃了，这个饺子是哪里饺子？超市的饺子，我刚刚不说了、你那泡面我们没有放很多，因为觉得煮不下，所以只放了两包，但是有点那个胀开来了，就感觉很多很多。因为我和大胖刚刚正好去了一趟我小娘娘家里面，然后遇到了我的大娘娘小娘娘，他们分别数落了我们两个怎么胖成这样，叫我们少吃点。我吃泡面，我那从小有个泡面的习惯，就是我一定要把泡面捏碎了然后再去。哦，他超恶心的，他就是吃泡面像在喝粥一样的，把泡面捏碎以后就这样子像调羹摇着那个。不是，我是用筷子把那个碎的先把它沥干，然后再吃。为什么这么恶心啊？好玩啊！哎，对，大胖吃东西就是多动症少年，你知道？他吃东西不是认真吃的，玩玩这个，玩玩那个，看看手机，看看这个，摸摸哪里，摸摸这个，就多动症少年，停不下来的。你们吃泡面一定要加什么？我一定要加肥牛。我一定要加水。我一定要加面饼，然后把面饼撩出来，把水倒掉，然后把锅吃掉，弃之食之。就是额外会加些什么？我会加肥牛，有的话就加肥牛。如果家里没有肥牛，我家里一定会有贡丸，我就会加贡丸。哦，我一定要加个蛋。还有香肠啊，对对对，但是一定要加到，这蛋是泡面的灵魂。一定要半生不熟的。嗯。吃了会拉肚子的那种。人讲话就很煞风景。就话其终结者，先扬后抑。哎，我不是有杨金帮很厉害的吗？就是杨金帮就是指这种上海话和普通话两个就切换不过来那种感觉，就反正有点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这个人讲上海话很怪的。然后我想你们那边叫泡面叫什么？就我们不是叫它泡面吗？然后有些地方不是叫它方便面吗？但是我叫泡面其实以前跟我爸一直是叫熟泡面的，我们一直说吃熟泡面了，吃熟泡面了，因为上海话说索泡米嘛，然后我们就会说熟泡面，其实这是杨金帮是吧，熟泡面你们是怎么叫？也有我觉得上海人好像都叫泡面叫熟泡面的，不会说啊吃泡米好吧，都说吃索泡米好像啊，感觉是好像我是从来就叫方便面。哦，你是叫方便面，我是叫熟泡面。哇，好好吃啊！煮的烂的那个面。对，这样糊糊的。但是感觉面一定要是那种碎碎的才好吃。蟹肉棒全都是颗粒。蟹肉棒真的海霸王的比桂冠好吃啊！我现在好喜欢海霸王，我汤圆也吃海霸王，饺子也吃海霸王。这种熟食，这种冷冻的也吃海霸王。这个面里面能吃到那个肥牛的味道，超爽的。肥牛都太贵了，这样一包要40几好像，反正要40左右。
我们这泡面好豪华。嗯，这顿早中饭成本是多少？200不到点。这么多吗？不可能，150吧。150。因为那个泡面啊，150没的，差不多就120-130这种，就是那个肥牛，因为以前不是出了新闻说不能买便宜的肥牛，都是用假的肉做的嘛。什么老鼠肉啊、猫肉啊、什么乱七八糟鸭肉啊做的，所以说我就一直是固定买大木汉这个牌子的，虽然贵，可是吃的安心。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新闻一直在放肥牛是假的，然后导致以前不是超市有个区域专门会卖肥牛和肥羊吗？嗯，那段时间新闻很厉害嘛，然后超市就是不卖了，就超市已经买不到涮羊肉、涮肥牛，只有大木汉这个牌子。摆在那边，所以我觉得哦，他应该挺厉害的，就是在超市好几个月里面都不卖肥牛肥羊的时候，他还能屹立不倒。因为他那改名叫肥肉，就是肉，就肉，他改名叫肉。肉。嗯，玉米好吃。特别一定要放玉米啊，肯定好吃啊。水果玉米脆脆的，甜甜的。嗯。我觉得任何汤里面都可以加水果玉米，太喜欢吃了。真的吗？嗯。那是印度菜里面的汤吗？也能加。哦，我们家楼下附近，不算楼下，就附近开了一家那个印度菜。叫哈努万，我跟大胖去吃了，吃的很饱很饱，大概300块钱。其实在我家附近算有点人均有点高的啊，但是其实我们点了3人份的东西。对对，我们点3人份东西，吃的很称称。我们吃了很久才把那个吃完，真的是一桌子的呼呼啊，一桌子的呼呼。有些味道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味、嗯、那个味道应该是改善过。家店是这样子的，嗯，环境，然后菜色。价钱都可以，然后我们吃好了以后，对不对？就是觉得哎不错，蛮好吃的，但是不会再去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把所有的糊糊都点了吧、嗯，没有几个糊糊没点过，都就很多的菜都轮一遍了，等于就是你吃好了以后就觉得不错，但是不会再去了。然后吃好这些菜以后，让我觉得我不会去印度玩了，就觉得在他那边吃的那个饭。真的是很奇怪的，他们那个饭很长很长一粒一粒，然后很干很干很柴的。对对对对，这个口感很奇怪，这个米。就吃好这个东西，就感觉，我们在这边吃都已经感觉要被它的那种腥香味给弄得晕了，去印度更不得了吧。不过这家店还是可以的，那个厨师什么全是印度的。那家店的服务员有点傻傻的，这个男孩子问他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问他饭有多大一碗，挺大的吧，挺大的，因为那个香米饭一碗就光白饭要15块。我们就问他，那这15块多大？他说，好像挺大的，反正很大一份了。上来以后这么小一碗，但是这个饭吃起来很扎实，就很长很长很长。这个饭你一开始吃你会觉得，什么东西啊？对，但是越嚼口感越好。要配它那个咖喱。对，干吃不行。它这个咖喱酱本来湿的嘛，但是浇到那个米的上面之后，那个是不会那个叫什么漏下去的。它那个蔬菜绿色的咖喱蛮好吃的。我跟你说，吃药坚持吃，吃吃停停，吃吃停停。不是不是，呛住了。你还是没好呀，前面那个肥牛也就是没好，有个碎片呛住，不是流感嘛，然后大胖已经有点肺炎了，然后一直在咳一直在咳，这个半个月里面，我爸不要他吃药他就不吃的，一定要我们催着他吃药的。然后大胖很娇气的在房间里面然后边打游戏边跟我说你去帮我弄点枇杷膏呀，你自己不会弄啊？他不帮他弄他就不吃了，就是不帮他弄他就我死了，就你生病人家不照顾你就死掉了。
不像我，我生病你还在那边嘲笑我，落井下石。是你了，是谁救了你的命，把你送到医院里面？我不知道谁救我的命，但是我被机长是你害的。有一次我发高烧，发到40几度，41度，就是小孩子。43度吧。43度死掉好了。45度，50度。灰。那个有一次我发烧发到一开始是39度，后来没有及时去弄，就吃了点药，然后也没吃退烧药。到了半夜的时候，我就开始出现抽筋了，痉挛了，手就是这样的，然后腿也是痉挛的，就是我那个时候人生第一次感受这种感受，我就觉得我的骨头要被我的肌肉给凹断了。哦，我那时候一直跟大猫说，我那时候变成鸡爪了，然后他又不管我，他在那睡觉。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跟大猫说不行，我第二天早上我要去医院了。后来大猫把我送去医院，然后我反正人都弓着，就全身就痉挛了。后来一量体温，41度还是40多，就一个成年人烧到这个温度已经是很痛苦很痛苦了，不像那种小孩子嘛，小孩子他们烧到你怎么知道小孩子不痛苦啊？小孩子烧到39度40度还能蹦蹦跳跳，这个是医学上的人都知道的，就是基本上你去医院里面待着。有些小孩烧到30-40度，他还是蹦蹦跳跳的，他感觉不到的。但成年人烧到39度以上，肯定是不行了，很难受难受。反正我那时候就要抽了，然后躺在那个病床上面，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死了，然后就一直，然后那个医生还很淡定的跟我说：“哎呀，你不要那个啦，什么什么，是没什么，深呼吸。”但是那个时候你人是感觉，我就觉得我骨头要被我肌肉给熬断了，你知道。然后大胖也就说好了，没事啦。然后大胖就走了，走了以后说什么出去给我买瓶水，回来以后自己在那边吃那个关东煮，然后一边这样笑我。那我照顾你，我吃点东西不行吗？你为什么说话？你为什么总是带有攻击性，带有那个？因为你那时候一直在嘲笑我，我说我的手变成鸡爪了，你一直在笑。那是好笑呀！我靠！因为你在那边，我的手变成鸡爪了。对呀、啊，很痛的呀、啊！我变成鸡。A few moments later. 我感觉我没有那事。大家很久没有看到刚刚了吧？来，刚给大家拜个年。爸爸爸爸爸爸，刚刚最近皮肤病，身上毛全部剃光了。很恶心的，人家还没吃完，你吃完了，我还没吃完，对着锅子嗝什么嗝，好恶心啊你！平时你也不打嗝的吗？我不会，对，我吃饭的时候不会打嗝的。哦，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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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的。你们看到过我吃饭的时候打嗝了吗？有，我记得有一次两次吧，不像你天天啊。我这是真实，你这是都是装出来的。你这是恶心好吧，恶心别人。装。人家视频里面装了一套一套的。视频里面装了一套一套的。我的打嗝你还放屁呢？视频里面你放屁你放的少了。我视频里面什么时候放过屁啊？啊？老粉哪个不知道？你放过屁？对啊。我视频什么时候放过屁啊？噗了一下。不对，是你呀、啊！你先吃火鸡面，是你呀、啊！我吃饭的时候放屁，怎么是我啊？你不信，你们去看火鸡面那一期，是谁吃饭的时候放屁？你这种人最恐怖的是放闷屁，闷屁都臭。哎，你吃饭不要讲了好不啦？干嘛啦？啊？吃饭干嘛一直讲这种东西啦？你自己吃好你就开始讲了是不啦？对啊。你要么整个这个锅放在面前吃吧，这样还滴在桌子上全部是、啊，粗犷点嘛，这样子，这样撩起来多凉，来来来，那、啊，我忽然不开心了，眼睛怎么红了，软？我在死亡的边缘摩擦，哎，嘿嘿，摩擦。就是以前你们读书的时候，
班级里面肯定会有那种成绩又差又蠢又烦的男孩子吧，然后老师肯定会教你们就是一句话，你们不要踩他，他就好了，是不是？老师以及班主任肯定会说，你不要踩他呀，这种人你不踩他，他就不烦你了。我警告你，你一个人反省，你不要碰我。嗯，我在手那边摩擦，你的什么你打我呀？哎呀，哎呀，我。大胖平时也是这样的，稍微随便碰了他，他就哭哭啼啼。放了屁！我都装了。那滚开点。哦。不要老是抹黑我。大胖今天早上说自己小瘦体质。小是不是有危险？你怎么胡话？这么张口就来？你早上是什么吧？没做过。我发誓，今天上午我发誓出门的时候，大胖说他自己是小瘦体质，如果不是的话，我就天打雷劈，出门被车撞死。大胖说自己是，你不要就莫名其妙就死掉了。大胖说自己是小瘦体质，说他很敏感。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大胖敏感到我玩弄他的躯体，他就流眼泪。你是这样的吧？脑子是不是动不动就哭哭啼啼？你把整个东西弄掉吧，这桌子上全都是黄颜色的油渍，等会全都卷我来擦的。你来擦？啊。嗯，好的，那你来擦。对呀、啊，不然呢？这玉米惊为天人。太硬了，我觉得煮的时间还不够久。我那个喜欢那种酥烂的玉米。水果玉米煮再久都是硬的。不会啊。会啊。我们懂不懂？不懂。来，大家来聊，就是稍微聊一下，来过年的时候胖了多少？就从大年夜到年初七，大家胖了多少？我是胖了很多，一斤。冉冉估计四五斤了。我过年瘦了，因为过年楼下所有店都关门了，就每天就只能吃速冻食品饺子，然后自己烧菜嘛，菜场里面菜好贵啊，又懒得弄。你不是来我家吃饭？就吃了一天啊，干嘛？就吃了一顿啊。还要打包点啊？打包是打包了点，但也吃不了多久啊。就是过年，我连奶茶都叫不起，配送费要8块钱，我的妈耶！八块八。前两天是6.38块，然后后面变成8.8块了。现在。哦，我跟你讲啊，试试。我们家楼下不是开了个一点点吗？超难喝的。是蛮难喝的。我本来还很开心，又可以炫耀我家楼下又开了一家公司，结果这么难喝的一点点，这是假的一点点吧？难喝死了。现在连锁开的越来越多，他们监管不到位。嗯，真的难喝。江山说他买了红茶玛奇朵是酸的，然后我喝了以后奶盖也不像奶盖，奶盖一点都不像，一点就是好喝在奶盖啊，他奶盖不好喝，然后味道很淡的。就是没有茶味和奶味，只有甜味，难喝死了。就
就算难喝生意也很好。嗯，排队的。对，还最后五个饺子。帮我把底下的面捞一下。成了，哇，这顿早中饭吃的好饱呀。哎，有个打篮球的黑人叫阿利德是吧，还叫利阿德，利什么德，什么叫叫利什么什么的。对，你要说有一个评论说我长得像那个打篮球的那个我查一下叫利利什么德，利阿什么什么，利阿德不知道，大呼大呼，说我长得像那个黑人，肯定是因为那个嘴唇像，因为我们都有点下嘴唇外翻的。说我长得像那个王宝强，宝宝比你可爱多了。说我长得像蔡康永，说我长得像黄渤，康永哥比你帅多了，黄渤比你好男人多了。说那个江山长得像我，秋秋比你好看多了。说的江山长得像高，你脑子有病啊，这说的是你。什么高立德，什么名字，阿什么的，阿力什么的，阿力德什么控球后卫啊什么阿力还是利阿，好像利阿，利是那个盒子面包的利，我最后一个那个刀旁。我先每个都查一下，你先。不是这个利呀、啊。阿利克塞。不是呀、啊，我说的那个利是这个利呀、啊，好利来的利。名字叫什么？利阿德啊，利阿什么的。哎，好利来的利。这个利。啊，是哪个啊？就啊呀。德呢？品德的德。你这是不是虚构出来的？那当然不是，我记错名字，反正有个利字的。你打一个利，然后再打一个那个什么篮球 NBA。利阿德，哦有。啊？利阿德为什么出来？不是他，不是他，名字打错了，肯定是跟利阿德很像的名字。为什么出来？你看随便找黑人长得都跟我很像的呀。这倒是真的。我就是嘴唇厚。但是每个黑人长得也不也各有特色啊。你看看你比较偏向于谁？那么利拉德。哦，好像是他。后卫，开拓者队零号。零号，好厉害。什么零号？哇，像吗？像的，是有点像的呀，是有点像的。不是什么零号，他号码是零号。哎，真的有点像，我的妈耶！达米恩·利亚，哇，这样子更像了。大图，看了高清大图。嗯，你给这个。哇，我的天哪！这不就是软软吗？对，刚你先进去，对焦失败。反正你们看百度百科，估计就能看到软软的百度百科了。你看这个，嘴巴像，嘴巴、眼睛、鼻子不太像，鼻子比那个鼻影稍微大一点，但是眼睛是特别像。哇，我的妈耶！肤色最像。肤色倒还好，你这瞎说了，可怕。嗯，说完。
脑子有病是吧？